亚运会男篮决赛，雅加达亚运会男篮决赛今晚19点30分即将打响，中国男篮红队 VS 伊朗队老对手再次相遇，希望红队的小伙子们放松心态，打出自己的优势，拼速度，拼体能，拼意志，拿下这块属于我们的金牌，加油，你们可以的，期待你们捧，期待你们唱响国歌，为你们加油，中国队加油必胜。